你们猜我妈在干嘛？她在扯那个蒿菜，她今天要去当大厨，要去煮蒿菜饭。她的姐妹们要求她把蒿菜准备好，然后她们准备糯米，准备腊肉，准备花生米，她只要准备蒿菜，等下去做就可以了。妈妈够了不？够了。他已经扯了一袋子了。你们看，等下骑着摩托车载着宝宝，我们去做蒿菜饭。哎呀呀呀呀！宝宝，宝宝，我们去吃蒿菜饭去喽！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哎呀呀呀呀！这么开心啊！我们去吃蒿菜饭去喽啊！这么开心，走吧。我妈今天做大厨了，腊肉、蒿菜、糯米，他们都准备好了。现在开始做蒿菜饭了。这才有大厨的样子，什么都是别人准备好的啊，只要去做就可以了。看我宝宝，现在蒸好了，收回来吗？好香啊！欢迎开钱的。现在开始吃了。你看宝宝，哎呀，他想去吃。他被烫了一下，就不敢再去拿。哎呦，还要去拿。